Hey， 大家好，我是萌芽站长。今天呢，我要教大家安装 WordPress 服务。WordPress 是一个以 PHP 和 MySQL 为平台的开源内容管理系统，它可以安装外挂与布景主题做扩展。截至2018年4月，排名前1000万的网站中超过 30.6% 使用它。它是最受欢迎的网站内容管理系统，也是目前网际网络上最流行的部落格系统，被使用在超过7000万个站点上。这个是它的中文官方网站，点选上方的下载。接着在最新版本找到 ZIP 的载点，点击开始下载。这边我们使用 XAMPP 作为本机安装环境来做示范。XAMPP 是一个把 Apache 网页伺服器与 PHP、MySQL 等集合在一起的软体，允许用户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轻易的建立网页伺服器。您可以到 XAMPP 官方网站下载安装档自行安装。进入 XAMPP 安装根目录，您可以看到 XAMPP。Ctrl.exe， 点开它即可开启 XAMPP 的控制面板。接着你就可以启用 Apache 网页伺服器和 MySQL 资料库。接着呢，来到浏览器，在网址列输入 127.0.0.1， 进入本地伺服器。这是 XAMPP 的欢迎画面，点选右上方 phmyadmin。点资料库，看到建立新资料库，资料库名称输入 WP， 这边可以自定，右边点开，选 UTF-8MB4 底线 Unicode 底线 CI 这个选项，点选建立。这边呢，点开可以看到新建立资料库的所有资料表，因为还没有任何资料表，所以是空的。回到 XAMPP 的根目录，点选这个 htdocs， 把点开。接着呢，我们把刚刚下载的 WordPress ZIP 压缩档放到这，然后进行解压缩。解压缩完成，点入可以看到 WordPress 所有的档案。回到浏览器，在网址列输入 127.0.0.1 斜线 WordPress， 进入 WordPress 全自动安装流程。我们呢，首先要先确认能提供这五个资料：资料库名称、资料库使用者名称、资料库密码、资料库主机位置，还有资料库的前置词。那我们从这边按下去就可以开始安装咯。首先呢，资料库名称，我们刚刚呢建立的资料库名称是 WP， 所以把这边改成 WP。使用者名称呢，我们这边就先暂时使用 root。root 的密码是空的。位置的话是 localhost， 没错。那前置词的话，因为这是第一次安装，所以我们不用改这个预设值，直接按传送。现在呢，已经确认可以连线至指定的资料库了，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执行安装程式，点这边。这边呢会先输入安装网站所需要的资讯呢，然后这些资讯呢都是之后可以再修改的，所以我们这边先输入一个暂时的。最后呢输入完资料安装，点这里安装 WordPress。 大功告成，现在呢 WordPress 已经成功安装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使用刚刚输入的使用者名称以及刚刚输入的密码来进行登入。现在我们已经成功进入了 WordPress 的后台，也就是控制台。点选这边呢，可以造访网站。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建立好的网站。啊，这边呢是前台，就是一般访客可以看到的画面。那这边呢就是它预设的第一篇文章，可以从这边点开来。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作者发表日期，还有留言。然后这边是内文，然后下面的话呢则是留言。然后这边的话呢可以发布留言，还有它下面的一些近期文章、近期留言、会诊分类等等。
其他操作的呢，可以登入、登出，或者呢是前往 WordPress 点 org 的台湾繁体中文官方网站。那下面就是一些版权资讯，以及本站采用 WordPress 建制的文字连结。按这边呢，可以返回顶端。那我们回到控制台，也就是后台。后台呢有分为上面和左边的左侧栏，那我们比较常用的会是左侧栏这些功能。那控制台这边呢有首页跟更新。WordPress 更新这边呢可以帮你更新 WordPress 的主程式、外挂、布景主题以及语言套件，这些呢都会自动帮你做检查有没有最新版本。那如果有可以更新的话呢，这边就可以点选更新，它就会帮你自动更新。这边的文章呢有四个功能的，有可以显示全部文章或者新增文章，或者是分类的管理、标签的管理。我们点全部文章，这边呢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第一篇文章，这个预设已经有的文章，我们可以点选编辑。在这边呢，你就可以用它已经给你好的编辑器来编辑你的文章。这边呢是预览，要点开来呢就可以看到文章的预览。然后呢，右边这个选项呢是更新，如果你的文章有变动的话呢，就可以点选这一颗按钮进行更新。那这边的话呢可以选择分类，那现在因为没有任何分类，所以它是预设是在未分类下面，好，标签可以从这边新增。精选文章呢通常都是在目录显示图片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呢 我也是非常的常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分类。这边呢我们可以快速新增分类，右边呢可以管理文章的分类，标签也是一样的。媒体的部分呢是我们上传的图片档都会在这个地方显示，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做新增、修改、删除，非常的方便。页面跟文章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通常都是显示一个不需要分类、不需要标签的东西。然后呢它是一个资讯的页面，像是我们这边它有预设一个隐私权政策，这个呢就是类似一个页面的概念。这边呢可以新增页面啊，它的新增的画面呢跟新增文章的画面是差不多的。留言的地方呢可以管理我们每篇文章的留言呢都会显示在这边，然后这边有显示它的回应目标，也就是那篇文章的标题，那还有它的发布日期，还有留言的人是谁。好，我们来看外观。那现在我们它采用的布景主题是预设的这个20/20，那当它里面呢还有预设其他的布景主题可以使用，你也可以安装别的布景主题到你的 WordPress 里面来，或者说你要自己撰写一个布景主题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这边都是相当自由的。从制定这边呢可以修改更多细节的部分，然后点选这边可以离开。小工具这个地方呢可以把一些它内建的一些小功能呢加到例如页首啊、页尾啊，或者是说右侧栏、左侧栏，这个呢就看自己安装的布景主题有没有支援这些位置，可以自定放置你喜欢的一些小工具。那小工具呢可以显示分类啊、图片啊，甚至可以显示这个导览选单，或是做文章的会诊啊、搜寻框啊、阅历啊等等，非常多的功能。那这边点开呢可以看到它的细节，例如搜寻的话你可以为它设定标题，如果没有设定标题的话呢就会是以搜寻来显示。好，我们点选单，这边呢是网站的选单，那现在是没有任何选单的，所以是空的，那这边都可以自行建立要的选单。那这个主题有资源自定背景图片，所以就可以从这边选取图片来加到背景。那我们一样左上方点叉叉离开。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外挂。 WordPress 支援非常多的外挂，然后都是免费的，所以呢你可以从这边点安装外挂，这边就可以用关键字去搜寻你想要的外挂。那 WordPress 以前有一个传统的编辑器，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比较新型的编辑器，也可以从这边安装这个外挂，它就可以使用传统编辑器作为预设的编辑器。那这边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外挂可以使用，那我们这边就不一一叙述。点选已安装的外挂，可以在这边看到现在已经安装在 WordPress 里面的一些外挂，那现在这两个都是停用中的，点选这边就可以启用。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外挂的话，你可以从这边删除。好，我们来看使用者，
允许全部使用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 WordPress 网站呢只有一个使用者，也就是我。你可以新增其他的作者，让大家可以共同来为这个网站撰写内容。那这边的话就是点选新增使用者，这边就可以输入一些必填的资讯，像是使用者名称、电子信箱，还有他的个人网站啊、密码啊等等，然后再进行新增。然后它里面呢有提供这些使用者角色，有订阅者、投稿者、作者、编辑、网站管理员，这样呢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使用。工具这边呢还有提供非常多很有用的一些小工具，例如可以汇入一些东西啊，汇出一些东西啊，还有查看网站状态啊，汇出个人资料啊，清除个人资料等等。设定这边呢有分这几项，这边呢一般设定呢可以去修改网站的标题、网站的说明还有网址，那现在是本地端，所以是 127.0.0.1。日期格式、时间格式都可以在这边修改。写作的预设设定呢，也可以在这边做修改。阅读设定呢，这边可以在这个位置来调整网站文章页面每页文章显示数量，那预设是10篇。那资讯提供中的文章显示方式呢，这边可以显示是完整内容或者是内容摘要。如果呢你不想要被搜寻引擎收录的话，可以勾选这个，它就会帮你阻挡搜寻引擎来索引这个网站。完成后呢，记得要按储存设定。这边呢就是一些留言的设定，这边呢是关于 WordPress 图片的一些设定。那这边可以设定缩图尺寸，还有它的中型缩图尺寸、大型的尺寸。然后上传档案呢可以以年份及月份命名，子目录来作为图片存放的位置。永久连接呢意思就是指文章的连接，文章连接呢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做设定。那预设的话呢是这个问号 P 等于多少。这边呢可以设定一些隐私权的政策。后台呢基本上功能就是这样子，还有更多功能都可以自行来探索。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